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，一口吃成个大胖侄，大紫蛇王来抢吃。哪来的你？哎呀妈呀，什么时候？蛇王一个接一个的往我们怀里钻，送上门来的食物真是吃的不要太爽了，就剩最后一条鸡蛋头蛇王了。蛇王还在不断向我们发起挑衅。来呀，美男王爷杀！有粉丝说被一条猪头蛇王给欺负了，让我碰到务必帮帮他报仇。没问题，跟我来。找到了，就是这条名字是象蛇的猪头蛇王了。挡路的蛇精蛇王也同时被我们纳入了包围圈。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蛇体描边时刻，紧紧贴着蛇王的身体边缘来回走位，一点点剥夺他们的生存空间。他们缩一点，我们就压一点，给蛇王满满的压迫感。加油，快点把他打到趴！小伙伴们，这两条蛇王有欺负过你吗？如果有哪条蛇王欺负了你，一定记得告诉我哦，我碰到了都会帮你盘的。在我压缩蛇王的空隙，能不能麻烦大家给个免费的小爱心支持一下丫丫呢？谢谢大家啦。压缩过程有点长，却十分精彩，一定耐心看完哦，看我如何一步步把欺负你们的蛇王盘成一团团香喷喷的肉饼。蛇精蛇王终于支撑不住凉凉了。对了，同款好玩的游戏我就放在下面咯，喜欢就点进来一起玩吧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喽。